大家好，这是。这样蒸出来的馒头雪白蓬松又暄软，中间我们蒸馒头的时候加入碱面，中和了馒头的酸性，吃起来更是香甜。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发面的三个关键点。第一，发酵水里面加点啤酒，可以减少发面的时间。第二，上锅之前醒发5分钟馒头。第三，出锅之前要焖5分钟，这样蒸出来的馒头不会塌陷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感觉这个方法不错的话，帮忙点个赞，转发一下，点击头像关注我吧。还有更多的美食分享，这里是飘飘小厨娘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